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啊！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，虽然也只是迟了一天而已啊，对大家来讲可能是一天是一百年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们呢，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各位应该众所皆知了吧？看到影片的缩图，应该也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了吧？没有错，老头呢，终于把我们的这个水族馆的地下通道给打通。以及盖好了，现在已经是呈现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一个空间啊！看了之后心情都会变得很好。然而呢，这个步骤真的是个繁琐啊，然后浩大又非常的工程又非常的浩大哦。我在讲什么？工程又非常的浩大，然后其实它很多眉眉角角啊，盖那种东西很难盖，真的很难盖。尤其是它那个水方块的那个呈现方式真的很奇怪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到时候我会再跟你们说这大概是怎样构成的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尝试啊。那你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全部都是老头一个人完成的啊，所以说我花了很多时间。如果你们是多人连线的话呢，其实应该不用一天吧，四个人一起啊，一人雇一面墙，我觉得不用一天的时间全部都盖好了。但是老头却要花将近快一个礼拜的时间啊，你就知道有多累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没有意外，真的就是要去我们的水中探险了。那我们的水中探险的话，我们要做我们的这个装备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不是，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衣服在哪里啊？啊，防具，做我们的潜水服，那是我们的潜水服要锯齿沙皮。要20个啊，总共算一算的话，我稍微算一下，12、14啊，这样加起来20、20，然后这两个，我们要去弄42片锯齿沙皮，我们才有办法做一整套。所以说，我们待会呢，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去把我们的这个锯齿沙皮给打出来，然后做完一个完整的这个潜水套装。我们才有可能去里面这个海中长久的探险，好不好？那因为一定要做啦，你不做的话，你觉得会淹死啊？就像我现在这只鳄鱼啊，现在这只俄罗斯啊，在这边水中游啊游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氧气，我会死掉。你的驾驶没有氧气，西朗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盖好这个隧道长什么样子好了。各位看见了没有？是不是觉得很美？这个长廊花了我大概三到五天的时间吧，一步一步的盖起来，然后快要没有氧气了，我赶快上去啊！我要被淹死了 ！Oh my god！ 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洞呢，是采用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灯柱、我们把那萤火虫放在里面，基本上是不会淹死，也不会饿死的。它只要在萤火灯柱里面，它是不会。有任何饿肚子以及口渴啊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无敌状态就对了。那当然这个放的步骤跟顺序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放的步骤跟顺序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到后面我再跟你们讲好了，我觉得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应该听不懂。不过我们就现在先想办法让我们的第二号去杀一下这个锯齿鲨。鳄鱼靠你了，俄罗斯靠你了。我必须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刺豚？这可以抓吗？这个我没看过。先看一波。可驯服这是新增的哦，这个是新增的哦。可是它到底怎么驯服？靠近吗？它好像不是喂食。这货好像不是喂食。我们先不要理它好不好？我们先做潜水服啊，拜托让我做一下，不然我真的不行了。这边的水中生物全部都请假，是不是？看到我要来，全部请假。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叫我的那个什么石像鬼一起来才对啊！看到了，咬不咬得赢也是一个问题啊。等一下，先充足一下我的氧气。我靠，这边好多只哦，看看咬不赢。100亿，咬死你！咬死你！我不管，他们会不会群体攻击啊？重点，
貌似不会群体哦，貌似不会群体攻击哦，但好像会啊！救命啊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救命！对不起，俺错了，我的错，好，我的错误。完了，叫我们要何时何地才可以用到我们的锯齿鲨皮？啊，哇哦，好壮观哦！啊，我知道在岸边，岸边靠他，这招好像不错哎。他们不能上岸嘛？我可以上岸，是不是？来呀、啊，鲨鱼哥呢？亮你不敢啊！我忘记带十字弓了，我没有带十字弓，该死的！不然就可以用弓箭慢慢射了，这样射得到吗？欸、可以耶、欸，可是他会跑掉，他会跑掉。哇，寂寞半，慢慢撸吧，冲啊！为了我们的潜水服，四等级的，哎、欸，攻击真的好低哦。哦，有没？我觉得我们先回去换一下生物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决定我要回去换生物了，这样真的不太行。好了，这次呢，啊，我们改用我们的枪械来做一下我们的输出好了。好，我们的第二实在是太弱了，没有办法为我们做这个伤害，来获得我们的这个锯齿鲨皮啊。所以说，啊，我们就试试看我们的 AK-47 有没有办法打得到。啊，虽然在水中没办法开，那我应该是可以把它引到岸边，啊，把它引到岸上之后呢，再用我们的 AK-47 开，亦或者呢？啊，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火箭筒把它轰掉，啊，就比较轻松多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啊。啊，这边有一只，各位看到那边有一只大只的有没有？来来来来，应该杀了死了吧？24，哈哈。哎、欸，先射被动，你们别乱来。看这样射太慢了。我们火箭筒有。我们看一下杀一只可以拿多少哦。有吗？哦，九百一，是跑掉是不是？我就扎自己了。哦，我扎自己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双棘龙弄伤我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搞不太懂哎、欸。水中不能发射，这里总可以发射了吧？有没有？有，400多。那我应该用个狙击步枪才对的啊，这样有点难搞啊。我要做潜水装。哎呦，杀掉一只了。哇，他们跑，全部跑去咬肉啊！哎、欸，母汤啊，你们全部咬掉了，我要怎么？别这样啊！子弹用完了，该死了。来，我还有子弹，冰属性的火箭筒，我只是要沙皮，寂寞的刻苦啊！来，好，解决了，完了，我们快要没有子弹了。那边又一只鲨鱼又过来了，那鲨鱼会吃那个肉吗？欸、有宝箱，不要咬我，拜托。来，把它点掉了。好了，捡东西时间。哎、欸，那个刺豚，不要来闹哦，那我的东西哦。这会主动攻击啊？好像会的样子哎、欸。不要有哦，买哦，捡东西。哦，有头颅哎、欸。打这么多才一个哦 ！Oh my god， 会死！也是。哎呦，我把他弄死了！我快没氧气，我快死了！救人哦！哦，天哪、啊，我快死啦！啊！哇，我们做那个身体好像至少要20个还是12个哈！我靠，我快死掉了！啊，这个要搞民国8000年了、哦，8000年用不完嘞、欸。
啊、哦，这个沙皮这种东西实在太麻烦了啊！我们只好用我们的哥们了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委托一下我们的哥们好了。好了，最终呢，我们使用我们的哥们哦，把我们这个潜水服全部叫出来了。哦，其实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只要潜水服这个东西就好了，因为它有氧气罐。哦，可是这个氧气罐的话，可以在你进行潜行的时候过程中给你充足的氧气，但是这个是要怎么灌？因为它是说耐久度的，你看下面有一条绿色的，其实不是很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它全部做完。哦，做完之后呢，装上去变这个样子，啊、哦，超级潜水。而且我的视野变超窄了，有必要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必要戴这个头吧，让自己视野变那么窄干嘛？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需要鲨那个锯齿鲨皮了，因为它的背鳍超像鲨鱼的，很像。哎，这样跳下去的话，游泳速度应该会很快吧？那头盔戴上去有没有效果？我看一下，我刚刚其实没有什么仔细看啊。哎，头盔也有、哦，潜水护目镜。阻挡了你部分视野，但可以帮助你看清水下环境，是有多看清啊？啊，不都一样？都一样，哪里看清？哦，太好了，我终于，而且游超快的，有这套装备，神作了。好，然后刚好那边有一只刺豚，然后我们这些锯齿鲨被我们干掉了，啊，又复活了，可恶！好，我们来先来驯服一下这一只好了。驯服你，驯服你，驯服我，不要打我，救我！吓死人了！驯、服你，哦，驯服我，又走掉了！啊！我可以在上面用这个啊！我怎么那么笨啊？在上面用这个射。啊，伤害应该颇高的，我觉得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射下去，哦，必晕，好多了。让我猜一下，你 是吃生肉？可是抓这可以干嘛？说真的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反正就看起来蛮酷的、啊，有没有？超级酷酷的。等待的过程当中呢，我顺便讲解一下，就是我盖那个海底隧道是怎么盖的、哦。其实最主要的麻烦点就是水的部分。因为你的水在一般单机模式你是没有办法获得的。如果你是有玩过麦块的人，应该都知道水的部分有没有是可以用利用那个水桶去捞水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游戏不行，这个游戏目前没有这项功能，实在是非常的麻烦。所以说水的部分只能仰赖那个创造模式的方块水。然后在盖之前呢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啊。应该是说一定要，不是推荐，一定要先把你的外观全部都做好之后，再把水放下去。因为方舟方块有一个很古摸的设定，什么叫古摸？龟毛！你只要在水里呢，你基本上是不能放方块的，放不下去。所以当你要在水中把水堵住，抱歉，没办法堵。哎，你怎么降那么快？啊，所以我说你到底是吃什么？哦，原来他真的有在吃、欸，太好了。因为我们刚刚有大腿肉不是吗？我们刚刚杀掉大腿肉，一瞬间就坏了、啊，十等没在怕的，嗯，死你！我砍下去多少滴？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吗？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可是我砍他300多哎，他快死了，这个小废物！哇，要我70滴，我快死掉了，救我！哇！救命啊！我跟你讲，不要过来哦，我可是很凶残的哦。我再被咬2下，我就要死了。好，补一下血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这个血应该没多少。鲨鱼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上去了，对不起。嘿嘿嘿嘿。看什么看？是没看过是不是？我顺便连你一起抓好了、啊。我连你一起抓好不好？刚好就卡在这里。欸，我觉得我们要先去顾一下我那一只，而且哇，我的肉全部吃完了，尴尬了。我现在感到饥饿。原来海中有这只生物哦，我一直以为没有说。所以说它是吃什么？它是吃大腿肉，加成比较多。
未加工的大腿肉，首选食物，那就对了。我们给他吃未加工的大腿，哇，一下加这么多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多杀几只鲨鱼。好啦，成功驯服了哦。这个刺豚呢，它是可以直接骑乘的，完全不需要鞍。哦，然后它的功用是右键可以吐一个很像尖刺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没了？怎么没了？嗯？刚刚不是有吗？所谓的尖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哪里过来？无血。那血好少哦。左键攻击。啊，西键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干嘛？等一下，西键到底什么功能？然后我现在肚子饿了，天啊！再吃一颗幽灵龙蛋好了。西键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几样是 CD 时间是吧？哎、欸，这次其实功能蛮齐全的啊，左键右键都有，又浮起来了。所以说这是干嘛的？啊？我看没有。让我吐，别走啊！吐一下，不知啊，一点伤害也没有，呵呵，那也太烂了吧！哦，咬死了，啊，没有加多少经验值，好吧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位于我们那个地方，其实还有点距离啊。啊，我觉得我就先把它变成方块好了，好酷啊！以前都觉得这种东西遥不可及，很难获得，有没有？现在马上就有了，我看一下要怎么这样子呢？可是这样子我的视野还是有防风镜，不喜欢。这样视野还是有防风镜，我们装一下这个头盔好了啦，就是你了，嘿嘿，这样可爱多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，so kawaii 啊，还蛮屌的。而且明明锯齿鲨这么大一只，你看把它杀死之后做出来变这么小一只，你搞它骗。那之后呢？没有意外应该会抓那个什么福分啊，什么马尾哦、什么马头狮尾兽啊，这个诸如此类的都会抓一抓啊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盖太窄了，我们的福分好像会进不去哦。啊，福分进得来吗？别！他应该卡住了，我猜啊。啊！可是门就这么大啊，他进不来是正常的啦。嗯。我放弃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我不想再盖更大了。哎、欸，更大的要用那个巨兽门呢、欸？你巨兽门你要盖到累死人哦。巨兽门更长更宽，买好不？而且我这个墙壁。好不容易把它盖完成，又要再重新打掉重练，算了，啊我不想要这么做，要做你们自己做，烦死了，啊这就是我这个日积月累的成果，我已经不会再变了，不得上诉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这么的简单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哈，将来我们会抓多一点的生物，不用担心，今天就抓比较少一点哈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方块再见面了，拜拜。